高雄香港有一间炸鸡店，他们推出炸鸡腿便当，一个只卖你59块，比最近超商推的铜板炸便当更便宜，而且你只要再加30块钱，就再多给你一只鸡腿，而这价格让客人觉得超级佛心。果粉鸡腿下锅油炸，炸得金黄酥脆，滋滋作响，现场香气四溢，最后再简单撒上胡椒粉，店家才刚开门就挤满了排队客人。高雄小港区这一家炸鸡店，今年年初开始推出一个只要59元的炸鸡腿便当，白饭上面铺满红萝卜、高丽菜，还有一片煎蛋，营养满分，价格让客人觉得超佛心。便当每天早上6点半由中央工厂配送，店家只需要负责炸鸡腿排，每天售完为止。由于店家位在小港工业区附近，老板说为了体恤辛苦的劳工朋友，让客人不用花大钱就能吃饱饱。那我们就会下降一些的价格，然后让我们成本降低，让我们的利润降低一点。那我就是以低价位，那回馈给我们的这些劳工辛苦的朋友们。最近才有超商业者推出一个60元的铜板价便当，不过炸鸡店只卖59元，而且多加30元就能再多一只鸡腿。业者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卖得更便宜，吸引客人上门。记者苏婷、邱建勋高雄报道。